太医莲，来人啊！浩儿是以大成九皇子之名亡故的，而那宁氏者，却为了安抚明心而昭告天下，我奉之威才是那归顺天生的大成遗骨。可怜的浩儿，既入不得顾氏宗祠，更入不了大成皇陵。 浩儿，都是长剑的错。不，不是你的错。这都是宁世征的错，所以我要在临死前亲手杀了他，血债血偿。我这一生的厄运，却是因他而起。我要杀了他。志伟。 杀了宁世征，是要用命去完成的。为兄时日不多，就不用你出手了。但是志伟，为兄知道，你心里还有宁毅，一旦刺杀宁世征，你和他变成了死敌了。你能做得到吗？ 做不到，却不得不做。我和他之间虽心有彼此，却早已隔着无数条生命。这一世注定爱不得，恨不得。寡人要见奉之位。 见过金狮王，凤之威在吗？寡人有事找他，他走了。哼！你若是真喜欢凤之威，你就应该清楚的知道，只有令他看清楚宁毅的真面目。 真是天佑我大成！帝京即将陷入混乱局面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六哥与七王兄的争斗，臣弟无心介入，只是如今太医令正在救治父皇，还望七王兄不要打扰，请七王兄退下。你以为你一个人一把剑就能挡住本王吗？不能！但今日若有人想踏过此门，就必须踩着我宁静的尸体过去。七王兄。
你已经拿到了一诏，若当真问心无愧，又何必居于一时？如若日后当真登基称帝，就不怕背负这实地闯过的污名吗？好，实弟此言甚是有理。本王问心无愧，何须基于一时？羽林军，守在此处，万万不可放过弑君真兄。是。 谁敢上前一步？专心就驾。堂兄，如今你我只能一鼓作气，但有阻拦本王登基者，不必留情。是，下官领命。 新大夫，你也要违抗父皇的旨意吗？魏王殿下，依照本朝律例，传位诏书必定有两份，敢问殿下那一份呢？如今在何处呢？恐怕还是要劳烦赵给史请出陛下的另一份遗诏，臣等方能信服吧。赵渊已经勾结宁毅。 背叛父皇，何来令箭？怕是早已被他人销毁了。姚阳与淳于猛听令，速去接替十皇子，守护昭庆殿。卑职遵命。 陛下日前亲口向新子晏颁下口谕，废除传位诏书，改立十皇子宁纪为储君，成绩大统。大胆新子晏，你信口雌黄！本王尚有一份诏书在手，你就不肯信服？难道就凭你一句话，就要令众臣信服吗？笑话！众臣能不能信服，你我都不能做主。但是众臣有目共睹。 十皇子宁纪一直在保护陛下，而殿下你呢？你在何处啊？如今你手拿一份不知从何处偷来的诏书，名为秦王实则意图逼宫，你真的以为在场的所有人都瞎了眼吗？谢子宴，你与宁毅狼狈为奸数载，谁人不知？今日是宁毅要刺杀父皇，由亚相为证。你说本王意图逼宫？ 圣上龙御宾天，大行皇帝遗命，擢六皇子宁毅入
成大统，为四皇帝，兼成大行皇帝之挑。父皇，宁静，郑云，你假传圣谕，聂毅，本王才是父皇亲定的储君，本王才是真命天子。刘郎，你当真敢剿旨吗？众臣跪拜新君。臣弟参见新君。宁毅，你为何不回紫嫣的话？宁毅，你刺杀先帝，本王与你不共戴天，只有承认一件当国之灾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究竟是何人行刺杀先帝之不赦之罪？朕一定会查明真相，按天上律裁处。